这女人一天到晚在偷穿我的衣服。真的很好。欸，像狗一样是上面七下面三。可是我很矮。啊，对，那你就是上面八下面二。你的礼貌在哪里？我没有礼貌。你是小 S 吗？我不是。不然你是谁？我是小。耶，要回家了。要回台湾面对现实了。他的喉咙还好吗？喉咙还有超多垃圾。这个倒是不用抽，没关系了。一切都跟之前是一样，除了毛巾，电池我都没有开。好，拜拜。福东小竹说再见。谢谢福东小竹的一个礼拜的我赞助，没有，并没有赞助，花了很多钱的。超棒，还可以丢垃圾啊？就可以丢垃圾啊。你要单点还是套餐？套餐，我问他有没有。你要什么 ？What's recommend？ Recommend 没有套餐就是这样啊，套餐就是这个跟饮料啊，薯条跟饮料。She want a set. If you buy. Yes， 已经包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台湾应该还有奶昔，对不对？有啊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。久违的奶昔，起不起来？啊，喝起来的味道好甜哦，就很好喝哎，就冰淇淋冰沙感觉，就我弹要爆炸，它就像是好吃十倍的鸡块。不叫不叫你，不叫不叫你 ，Yes， 差一点，谢谢。